第十六题，右图为柏承在一直线上运动的位置时间关系图，其中甲乙丙丁为四个相等的时间间隔，请问在哪个时段中柏承的平均速率最大？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 ，ST 图的直线代表所谓的速度，而割线是平均，切线是瞬时，直线越斜就代表速度越大。那么基本上，在等加速度或者是平均来做的时候，我们的速率就是速度的大小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甲，那是我们的割线；那么乙，我们的割线；丙，我们的割线；丁，我们的割线。我们可以看到丁的这段的割线是最斜的，所以它的平均速度最大，也就是说它的平均速率最大。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在哪个时段中柏承的平均速率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。